欢迎来到绿茵信仰的比赛现场，我是解说员刘月。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。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这两支队伍呢，今天将在这片绿茵场上一决高下。本场比赛他们的阵容看着很眼熟，很多观众都能背下来阵容名单了吧？期待他们能在上万球迷的助威下踢一场精彩的比赛。最终鹿死谁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裁判一声哨响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重炮轰门，帕尔特伊接到球，队友接球，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。热苏斯，球的落点很准确，只是不在队友的脚下。帕尔特伊接到球，他瞅准时机，果然抢球成功。热苏斯，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，果断下脚抢下了球。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这个铲抢让对方人球分离了，他的犯规让对方获得了一次任意球。裁判出示了黄牌，这名球员得注意一下动作，不然就要提早打卡下班了。他传给了队友，球被对方拿到，果断下脚抢下了球。接到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裁判示意比赛继续，球员仍在进攻，找到机会打门，精彩的扑救，球被扑了出去。
队友的脚下，过于反复的短传很消耗时间。队友拿到球，将球拱手送人。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第40分钟，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，起脚射门，这一球让他们走出了鏖战，获得场面上的领先优势。上半场伤停补时，他瞅准时机，果然抢球成功。经过半场激烈对决，现在比分差距只有一个球。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，下半场比赛开始。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热苏斯接到球，过顶传球找到了队友，好机会打门，这球漂亮，体现了他非凡的进攻能力。拿到球，他瞅准时机，果然抢球成功。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队友接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，接到球，想法是好的，但还是被断球了。裁判没有叫停比赛，比赛继续。他选择了传球，他瞅准时机，果然抢球成功。队友拿到球，果断下脚抢下了球，这一脚有点悬啊，幸亏抢下来了。助理裁判举旗示意，这球越位了。他传给了队友，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，接到球，对方将球抢了下来，这次进攻机会就这样浪费掉了。队友接球，双方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来改写场上的比分。
果断的铲球，防守能力相当强。队友拿到球，进入补时阶段了，比赛只剩下最后的时间了。Still go.